I'm broken down, yeah, I need your love, love, I need your love.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op 音乐，我是韩小妹。说起因为抖音爆红的网红啊，已经有不少了。今天就给大家挑了两位女网红来 PK 一下 ，M 哥和兔子牙 ，Cool Girl vs 甜美 Girl， 哪一个是你的菜呢 ？Round One， 成名曲。狼烟风沙空，海清将军少英雄。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眼睁了耳朵哆了竖了起了来，爱了吃了落了剥了喝了青了菜，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了爱。咖啡馆的那个座位，我在这里等待着谁归？卡布奇诺的伤悲，我无路可退。Round Two， 两首爆红抖音的情歌，一个温柔，一个洒脱，不一样的风格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收到需要赶快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是种和你前进回忆并且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我的眼睛望着窗外，幻想如何对你表白，心事写满脸庞，已经不用去猜。我的眼睛望着窗外，幻想如何对你表白，心事写满脸庞，已经不用去猜。 Round Three， 两首具有古风意境的歌。不愿人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，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，愿只愿一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针锋素雪多年，我与虎谋早餐，淋着雕塑的鱼线，问我龙几两件，书中大雨连绵，关外横尸遍野，你的笑像一条恶犬，撞乱了新鲜。春风素雪多年，我与虎谋早餐，淋着雕塑的鱼线，问卧龙几两钱，书中他语连绵，关外横尸遍野，你的笑像一条恶犬，撞乱了我心弦。你更喜欢谁的演唱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是韩小妹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